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丽美食记。夏天是吃西瓜的季节，每次吃完西瓜，满手都是西瓜汁儿，尤其是小孩子嘴上、手上、衣服上全是西瓜汁儿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留汁儿、不脏衣服、不脏手的西瓜吃法。半个西瓜倒扣在盘子里，用刀像这样切成大概3厘米的片。旋转盘子，再继续切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拿出一块来看看，这样吃起来是不是特别爽呢？喜欢赶紧试试吧，想看更多美食制作，请关注阿。